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虎符奇侠》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446集的节目啊。我们今天的话呢，接着给大家做呢，我一位多年老观众，也是跟我一样啊，林兄啊，他所借给我，让我跟大家一块分享的一套玩具，领袖之证时候的一套球与鬼部队。那这一套玩具呢，当时我有做过最右边的这一款无赖兽。当时台湾的反斗城给它翻译叫做双头鸡，那其他几个家伙呢，我没有收完整，所以这一套我等于是没有拍完啊，甚至我根本有一些像这个吧，暴力龙吧，我好像根本就没有玩到过。那这一套的五个家伙呢，在变形金刚第五集的时候呢，有被改颜色变成是那个叫炼狱魔吧，就是它除了这五个家伙之外，还多了一个本体，然后可以合体。成一个更大一点点的一个，也是小型合体的玩具了啊。那 anyway，这个领袖之证当时的话呢，还有一个有趣的一个现象，如果我没有记错，这个杀手鹰跟这个双头鸡这两个人物呢，有被官方自己做放大版本啊，但是其他三个却没有放大版本，这真的是一件非常非常奇怪的事情啊。啊，就自己做放大版本啊，OK，可能有些人还有印象，有些人已经不记得了。那我们今天的话，给大家做这五个家伙呢，它即使没有第五集的那个本体的部分呢，他们这五个叫还是能够合体的。那除了这五尊之外呢，他们每一个人所佩戴的武器，也是可以稍微做个简单的合体啊，变成是一个这个你可以自己发挥创意啊，就是把它变成是一个双刃的斧头，这个就各位你知道一下就行了。那我们的话呢，就快速的给各位展示一下啊，这一套也是已经很多年以前的玩具了啊。那么这一款双头鸡啊，应该叫无赖兽，它的一个根部头的话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转动啊，脚前后动没有问题。然后这块部件的话呢，好像没得扣啊，有点偏松啊。双尾巴，那两个头自然就要有两个尾巴喽。然后这一款应该是碎尸杀吧，这一款玩具呢，在变形金刚第五集的时候呢。也是非常无赖的呢，被改成了钢索啊，不要怀疑，这个叫被重涂成钢索啊，就是 Grimlock 对不对？那个就是我曾经说过啊，它的这个和会是这个神鸟凤凰啊，实体却是小鸡吃米啊，就说就这个家伙啊，这个头应该是要缩进去啊，不过这个也不是很重要了啊。再来的这一款暴力龙啊，我记得当年我好像根本就没有在。我好像根本没有在网上，甚至是实体店，我好像根本就没有看过这个家伙啊，非常的不容易去买到啊！啊，这位林兄真是有心了，确实的把它给收集完成了。这一套就最难买到，应该是这个了啊，非常好看的，对不对？尽管是小型玩具，但神韵真的是做的可以啊！这个什么爪子，还有银色的涂装，这一款的一个这个诚意度感觉比较高一点。再来这个是。雪乌熊，雪乌熊的变形比较有趣啊，它这两侧的这个部件是要往内压，让它把它往两侧翻出来，有点意思啊。这一款，那两个拳头露在后面比较可惜啊。这一款的人形我觉得蛮可爱的，我也蛮喜欢的。这应该说球与鬼部队，我个人都喜欢这种是这个神话里头的这种怪兽的一个感觉。然后这个体型超大的杀手鹰啊，这个翅膀两侧啊，完全展开的话已经是。其他几个玩具的一个两倍的大小了啊，然后颇有气势。这个球形关节啊，你配合一下转动一下啊，这一款的可动度应该是算是非常好的啦，非常好的。那么进入它的一个变形的环节了啊，首先的话呢，这一款这个双头鸡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脚的话呢前后做一个反转，把这个爪子转到后面。然后这一块部件的话呢，是可以拿出来的。然后本来是，在大腿上的，我们现在把它转到小腿上面，然后再做一个合并。这里也是一样的啊，转过来，做一个合并，然后两腿自然的放下来。然后这个手臂的话呢，是等一下要推到后方去。那它的一个胸口啊，这一带是可以打开，然后呢，把这两侧这个龙两个这个是什么？这是像是凶猛生物的这个。头放下来是变成手，然后从这个地方把这个头给转出来到这边，然后原本的这个前肢啊是直接往后面推到底。好的，那么呢这个就完成了我们这一款双头鸡的
一个变形啊，这个尾巴往上推到底啊，会有一个阻力推上去。好，造型挺帅的啊。除可动的话呢，就只有这个四肢360度的转动，脚前后踢。那这个膝盖是不能弯的啊，但是这个细节做的好像还不赖啊，这中间还有一些刻画。那我们接着来看这一款碎尸杀的变形过程，它的变形也是有一点意思啊。其实认真说起来，这一款玩具的整个变形都是相当的，还是需要想一想，也没有那么直觉了啊。它的这个部分有点松哦，这一块这个 C 型扣已经不下数次的掉下来了，不知道是不是年代久远的关系。那它这个脚的话呢是这样子啊，这个把这个龙头啊变成是这个脚这个地方打开，然后呢这个部件是要旋转，前后旋了180度，那么这里也是一样的，这里把这个龙头反折，然后呢把这个部件转到前方，再来是把它整个这个部件呢往下推下来，然后帮这个背部往上面提上去到这边。这一款这个什么这个碎尸杀啊，它的这个零件有点偏松啊，把玩的时候呢，以我手上的这一款把玩起来是比较容易去松脱的一个感觉。好，那么不知不觉把它变完了，其实都是几个翻转啊，但是确实可能因为它的一个造型都比较奇特一点点，可能还是要稍微想一下。那么这一款胸口是我最喜欢的啊，这个弧形的线条，还有一层一层的像是甲胄的这个部件，像是板甲一个部分。那这个拳头的话呢，你可以稍微转一下啊，就可以做出非常魁梧的一个形态啊。那我不知道张宁是不是因为这个部分的造型啊，居然可以让这官方就把它弄成是一个第五级的一个历经级的钢索。那它的这个说真的我都已经快忘记了当年的这个领袖之刃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野兽派的这个标记啊，很难得了，现在已经都快忘记了。它的本体暴力龙的变形呢就非常的简单了啊，首先把这个脚的不对，应该把这个脚啊就是直接这样翻上去，然后这个部分看上去的话各位应该也能够一目了然的看出来了啊，这个部分转下来到这边，然后这个爪子放上去啊，你要说这样就变形完成好像也可以啊，这个头尖头人的感觉，我们把这个尾巴往后一放，这一款的这个手爪往上翻了，这个本体暴力龙的部分呢就完成了啊。这个真的是不太容易看到的一款，这个头雕感觉也有点意思。好，那总而言之就是一个充满情怀的一套小部队了。再来的这一款是雪乌熊吧，它的变形也有点意思啊，因为其实也不能说有点，就是这一套的话我觉得变形都挺好玩的啦。我们首先把这个头啊往上面翻上去啊，这样子直接整个的往后面翻180度，再来的话呢从这个造型各位可以看得出来了啊，这个地方往下推到这边，这个的话呢我们会变成它的一个脚掌的部分，脚掌我们把它给翻转一下到这边，转一下，好，然后它的一个头啊从这内部打开啊，硬生生的把它给打开就可以了，然后这个头往前面翻上来，这个最后将这个拳头的部分呢给往下放。这个头雕的话这个配色刚从肚子里头翻出来的那一瞬间我还以为是音波，对不对，这个头雕这个配色啊非常像啊。好，这个雪乌熊的变形过程呢就算是大功告成了啊。这一款的这个颜色的话呢是这个深蓝色，是金属感是比较强的，站立性也没什么问题啊，上方看上去有点空，那可动也是只有基本上手臂啊360度的转动跟这个脚髋部可以动啊，其他就没有了啊。最后我们来看这一款超巨大的杀手鹰，这个变形，这个杀手鹰的变形就是比较简单了，这个头人头上来鸟头下去啊，这个基本上就是完事之后的一个状态。那这个手臂的话呢是从这个关节往前面折进来，前面折进来，然后就顺势的往下放啊，就可以恢复到人形的一个手掌。然后这个脚往下放之后啊，尾巴先往后面推上去，再来的话这个地方做一个翻折，变成了是一个从鸟脚变成了高跟鞋的一个造型啊。
这一款的人形的话呢，也是属于很修长的，然后这几个球形关节的开口处，各位做个简单的调整啊，看上去好像是什么什么魔族的贵族一样的感觉啊，看上去身材挺修长的啊。那我们就完成了这五个家伙的一个变形过程，我们把它一字排开。其实五个人的身高都不太一样啊，但是我个人很喜欢这种感觉啊，就是五个人的身材就有高有矮啊，这样子才有一个战队的感觉，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合体。然后呢，其实如果你只买了这五个人物的话呢，我发现它的说明书上面其实完全没有交代说他们是可以合体的，包括盒子啊什么都没有这方面的资讯。那等于是说就可能就大家可以有稍微不同的一点点组合的方式。那我的话呢，这个变成两只手臂的这个无赖兽跟杀手鹰的话呢，基本上呢不太需要做什么调节啊，除了这个杀手鹰的话呢，你可以稍微的把它的一个翅膀的话呢做一点反折，把它的一个体积啊稍微缩小一点点。那这个部分的话呢是要是记得是要翻成这样子。好，那我们还是先把这个本体的话呢给完成好了。本体的变形的话呢，首先的话呢，这个手臂是要转上去的啊，转上去，然后它的一个头是要前后对调。我们的话呢，可以先把这个地方翻出来，然后从这个地方转动一下，把它的这个合体的这个头啊，主要的这个头把它给翻出来，然后脚的话呢，就把这样翻下来到这边。那这个就是它组合的一个主体。那你看到这里有两个洞，这两个洞呢，就是要来组合这些生物的。然后我们的话呢就从手部开始好了啊，这个无赖兽的这个脚把它翻一下就行了，然后就把它给夹进去，这里有两个凸，对，两个凹，从这边，这个应该是要把它折一下到这边，把它给扣上去，另外一边也是一样的啊，这里把它给组合上，一夹上去就行了，这个就完成了它的这只胳膊的变形，就算 OK 了。那么另外杀手鹰这里也是一样的，但是杀手鹰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翻错、啊、这个地方你要不对，这样翻转就错了，应该是要组合成这样，这个尾巴要收进去到这边，一样是把它给扣上去到这边。手部的组合很简单，应该是说变形都很简单了啊，但是合体之后的样子就稍微有点点挫啊。这个那基本上不用担心会掉，因为扣上去之后这根本就不可能会去松脱的，一共有四个孔洞。那脚的话呢就需要稍微做一点简单的一个调整，但是大体上不会差太多。这个碎尸杀的话呢，两脚的话呢朝中间做一个合并，直接合并就可以了，直接做个合并。好，合并之后的话呢，我们把这个脚放下来，这个会形成它的一个正面了啊，正面。然后呢，这个部件的话呢，我是觉得可以考虑把它放下来，可能比较好看。然后这个两个手应该是往前面，应该说往人的后面放下去。这一块部件的话呢，把它往下翻，那这里就会露出一个组合的这个卡扣。那我们把这个龙头的话呢，是直接的。龙头是要整个塞进去，然后这个 C 型扣啊，就是扣这个部分，我们就这样把这个龙头给放下去，然后这里把它一扣，嘿，就咬上去了啊。这只腿的话呢就算完成它的一个变形了。那么另外最后的这个雪乌熊，把这个头啊给缩进去然后的话呢是把这个部件后面的这个头翻下来，我们需要做一个组合。这个地方它这里有个凸啊，对应内侧啊，这里是有个孔洞的，从这边把它给扣上去，这里也是一样把它给扣上去。好，然后两脚的话呢就稍微做一个简单的一个调整就可以了。然后两只手的话呢是这个翻进来，不翻好像也可以了，不翻也可以。总而言之呢，跟刚刚的那个
跟刚刚那个碎石沙一样，都是把它往前面放。好，然后就完成了它的一个带组合的一个状态。那一样，这里有个 C 型扣，就是去扣住这个暴力龙的这个龙头，还是要整个塞进去啊，整个塞进去。然后这个 C 型扣把它给扣上，好，扣上去了啊。后面这里如果爆开应该也无所谓了啊。那么这个就是它整个组合完成之后的样子，我把镜头稍微调整一下。好的，这一款球鱼鬼吧，应该也是叫球鱼鬼，变形就算 OK。 但是这个脚的话呢，后面啊，你看后面这两个部件有点大啊，有点大，可能要稍微转一下啊，站得稳还是可以站得稳。来，我们调整一下机位之后，来看一下这一款大合体之后的球鱼鬼。那武器的话呢，我也把它做一个合并之后呢，变成一个超大武器拿在手上啊。这个跟居冠里头的球鱼鬼造型显然是有一个很大的差距的。两腿的话呢，我不得不把它张这么开啊，因为呢，你可以看到呢，这个两个人物的这个手臂啊，由于收纳到后面的关系，都是两边的话比较突出，我不得不把这个两腿稍微张开一点。然后以两腿的一个可动来讲的话呢，碎石沙还稍微好一点，因为还有这个地方可以做个简单的调节。另外一侧的雪乌熊就限定比较大，限定比较大。那整个脱落是不太会，因为我觉得咬合挺好，特别是手的咬合是完全没有问题的。那手的可动的话呢，除了根部这一带可以动之外，前后也可以动，手臂的平举也没有问题，把武器举起来也是妥妥的。然后两者的话呢，都可以有一个手肘的一个关节啊，就相当于是这个人物的这个后肢的部分都是有一个基本的可动的。那手掌就不要讲什么手掌不手掌啊，这个是一个，但是也是很有奇幻风格的感觉啊。这个手臂是两个，应该是长着脚的一个狼头或什么样啊。那这个脚的话呢，举起来啊，稳定度还算不错啊，相当可以。那膝盖的话是没有得可动，整只等于是整条腿是直直的了啊。那这个武器的话呢，当然可以左右手去做一个互换啊，没有问题。那头的话呢是没有可动啊，那头雕造型还蛮帅的，但是无法转动，无法转动。那腰身就自然也不能动了，身体的比例身体就很小啊。那么这一款大合体呢，在变形金刚第五集的时候呢，那一款炼狱魔的话是因为多了一个本体啊，重新做了一个本体，所以它的一个体型会更大，然后可动啊各方面会稍微再好一点。那么这一款的话呢，由于球鱼鬼在领袖之证啊其实是并没有出现的，并没有出现啊，所以这款玩具当时我也没有很热衷去把它给收集到。那大小比例其实它组合起来之后跟一个 Deluxe 等级也只有几乎是差不多大小而已啦，差不多。那这一套现在你要收集可以说是难度非常高了，即使是当年的话呢也不容易把它给集合完成。那就利用这一集的话呢跟各位做一个分享啊，同时这一集是12月26号录的，那公布的时候可能已经是12月27号啊，也是我们这位借我玩具的这位朋友他12月27号生日，我跟你说一声生日快乐啊，终于赶在这一天呢把你分享，跟我们一同分享这款玩具呢给做一个上传了啊。那就祝你生日快乐，也谢谢各位这一集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